长什么样，估计是个丑逼。然后你关注，你再关注，没有生气，我瞧不上他朋友，看不起，是不是好生气的？
是困难不困难的问题。这还差几个任务，怎么完成啊？明天播吗？播呗，没事就该播呗。世界是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，三点以后虽然加班，就好像对于说，哎，宝贝，生活中难免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但我们要懂得去面对解决，去正视自己，人生几何不必太讲究，顺其自然便是最好。晚安，宝贝，今晚的直播到此结束。晚上九点，我在这里等你哦！感谢支持，感谢陪伴。2023年10月1日，你又陪伴了我一晚。大家晚安哟！感谢夕阳哥，感谢自动，感谢无念，感谢九百哥，感谢三公哥，感谢四 A 哥，感谢平花，感谢一只哥。感谢微笑哥，感谢 Car， 感谢 LY 哥。哎 ，Car 给我送了两个飞机，为什么没有显示？我才看到有榜单。无语啊！刚刚 Car 给我送飞机了吗？我不在是吧？哦，那你们怎么没有提醒我呀？感谢，等他下次来的时候感谢他吧。晚安大家，晚安哟，早点休息。
是下次感谢的。Thank you.